欢迎到 Saving。今天呢，就简单的记录一下我的运动日常。现在在我的家里，等一下我想去跑步半个小时，然后游泳应该一个小时吧。因为最近实在是感觉自己的脂肪有增加，大家有看我影片的话，应该看得出来。那我们去运动吧。跑了1公里，握住重马桶，跑起来，这么大声。我准备来游泳了，刚跑过完，先冲个澡。其实我泳衣已经穿在里面了，等一下冲个澡就可以直接去游泳了。游了半个小时了，给你们看一个我很特别的地方，我的脚趾头。再去游一下，现在要8点了，差不多游完。现在拍了 vlog 1年左右啊，我觉得如果你要当旅行的 YouTuber 或者 Vlogger 的话，建议可以买比较轻便的相机，因为我的相机真的很重，因为我希望可以那种一拿起来可以随时随地想要拍就拍那种。就上楼咯，发现我真的胖非常多，好像是从就是没有上班开始到现在，就是维持在一定的胖度，在近期的 vlog 都是比较肉肉的样子。小咪的脸。家附近的星巴克超漂亮的。今天睡老家房间，舒适。现在已经凌晨1点，准备睡觉了。在闻什么了？过来，快点，接下来哟，这边这边，快点，快点。逃走，逃走了。
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B， 我现在在另外一个家。那今天呢，也是要来做运动。待会我的朋友会来找我，那我们待会会先去游泳，再看接下来会做些什么活动。它那个是整个都可以用。哦，你叫豪宅体验。对呀。那叫豪宅体验。对呀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豪宅。我也才来一两次。我妈以前不在，还是去新庄。新庄的。哦，他有第二个豪宅。拜拜。那这个东西有地方放？里面。你继续就知道了。好像没人哎，就自己放了。这边是置物柜，耶，吹头发区域。澡区、搓水机器、烤箱、蒸汽室、厕所。你就是想泡在水里啊？对呀、啊，想什么？赶快游览，走。你说你，我跟你说，仰视，仰视好。下大雨。不要昏倒，没有人可以救你。蒸汽我不太敢用，我敢去那个另外一个木头烤箱。因为蒸汽感觉我会被那个，我怕我会昏倒。蒸汽室，好温暖哦，我手机会坏掉。先这样。香，哇，烤箱好舒服，而且好香，好温暖。我手机差不多融化了，赶快出去洗澡换衣服。怎么了？右边，右边。讲什么？好吃吧？有2000多人看，有啊，我们的哦，对啊，我觉得是主题吧，姜母鸭应该真的很多人不知道那是什么。他们是生命的逆流，他们是生命的守护者。